我是华灯初上，臭妈妈很慢。哎、欸，原来你是妈妈上哎、欸，你不是小姐，你有在接客吗？你们在讲什么跑友？我真的不懂哎、欸。没事、啊，跑友，再细聊啦，再细聊啦。OK， 我有看到新闻啦，你说要邀我去当跑友嘛，对不对？再来期待一下咯，可以跑一下。对，跑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今天蛮漂亮的，只是头发有点年纪。我是华灯初上，华灯初上。没用过这个发型，要试试看。还不错啦，那你是你有在？接客吗？声音很久是吧？我刚刚声音很多啊，就是很忙。我是接完新客，啊、还不忘那个旧客人、欸，看我左右。哎呦，对啊，你今天很满就对了啦。我今天很满，今天很满。宇宙妈妈，今天很满。哎、欸，原来你是妈妈桑哎，你不是小姐。对呀、啊，怎样？没有，下面大家留言太烦了吧。明天很早哦，要注意一下自己，注意一下时间哦。明天我就不是这个样子哦，你们懂吧？我知道，我明天我懂的。OK 啊，今天想念一下这个样子。对 ，OK。但我今天都没见到你啊。我这不就来？没看到本人。啊？我这不就来了吗 ？OK。OK。啊，隔着荧幕确实有一点。稍稍一点女人，原本从男人变到稍稍一点女人，真的，所以我就想到今天一定要你开直播，马上跟上，马上要露脸一下子，很怕别人不知道你这一面是不是？很怕大家忘记，然后我今天忘记，对，今天一打扮，大家也是，就记者、媒体朋友也想说，哇，这很不一样，对啊，很不一样，跟运动员宇宙不太一样，对啊。偶尔还是要怀念一下自己，这样子可以啦，就是本来就是物以稀为贵嘛，就是偶尔出现一下这种才会比较特别。你们在讲什么跑友？我真的不懂哎、欸。没事、啊，跑友再细聊啦，再细聊啦。OK， 我有看到新闻啦，你说要邀我去当跑友嘛，对不对？再来期待一下咯。对啊，因为你跑步比较快，就是带着我跑这样子。OK， 可以跑一下。对，跑一下。